配合都出来了，这就有点厉害了。而且福登说实话呢，心里边对哈兰德有点不服。福登要是有德布劳内这境界，那哈兰德开场两分钟就进了，福登不传没办法。但哈兰德呢也刚来，初到贵宝地，也不好多说什么，真的。对对对对。但是福登得摆正位置。我点完了，我给你报一数啊。嗯。好。李鑫，李鑫也开直播了，在哪儿啊？行，好啊，好嘞。男排亚冠了，不关心，不懂排球啊，不掺和。明天我闺女穿的橙色，快快把蓝的撇。姆巴佩耍大牌这个事儿很正常，世界第一身价，对吧？而且他耍的人呢，也不是梅西，也不是内马尔，对吧？他看人下菜碟儿，是吧？他耍的是阿什拉夫吧？嗯。因为之前我不跟李鑫录了一个什么沸腾吧解说员，然后今天那个节目组还给我问我说，我跟李鑫一块儿合作了多少年了，我也说不上来多少年了，可能得有20多年了吧。来吧，咱们朋友们，今天我们的这个销售额现在是不到1000，对，所以呢请大家呢多多的支持好吗？冰杨梅有没有喝到呢？冰杨梅有没有喝到？不孝顺了。陈彬彬去日本了，不关心，啊，我也不真的不关心，我真没有你们那么热爱这个中国足球的新闻，因为我这儿这延边，我这山高皇帝远，我真的不关心，就是你们说的男排我也不关心，你们说的陈彬彬我也不关心，我真的不关心，就像世界上有很多人不关心足球小将，也不关心我是一个道理。所以呢你一定要记着，你关心的不见得是别人关心的，所以我从来不到别人直播间问，哎，这个你怎么看，那怎么看，因为我不知道人家关不关心，我就是听人家聊，人家聊什么我就问点什么啊，我从来不问我人家没聊的事儿，我也不懂啊，对不对？因为我也不知道人家关不关心这个，我问人家干嘛呀，你说是不是？你说我到巩汉林直播间，我问您关心青训吗？您能聊聊足球小将吗？他都不知道，他跟你怎么聊呢？对不对？陈彬彬我真的不关心，高田一我大侄子我都关心不过来，我还关心陈彬彬？我能关心李冰冰？我都没最好长时间我都没过问了，我就关心冰洋梅怎么样？冰洋梅怎么样？曼联我都聊完了，曼联是个体系问题，谁来都没有用。什么腾哈格这那哥的都没有用，穆里尼奥也来了，范加尔也来了，有 DNA 的这索尔斯克亚也来了，是吧？没有用，他这个厂子要倒闭了，你换厂长也没有用，对吗？所以就没办法。那谁知道哪儿出错了呢？我也不知道。那恐怕还是就是曼联，你的这个优良的传统失去了，没有魂儿了，这个队没有魂儿。你说他是曼联也行，你说他是伯恩茅斯也行，你说他是巴列卡诺也差不多，他没有魂儿了。对不对？他没有魂儿的，他就立不住了，就这么简单，懂的都懂。李冰冰结婚了也不知道，房间有人下电影没有？导也开呀，我不是说我不开导，是因为我呢没有什么可聊的。我要是认真聊我就开导了，我现在上来就是聊聊天，释放这个心情，然后带带货。你说我开导干什么呢？你开导你得聊点东西啊，对吧？咱们11:30开导看切尔西对热刺，行吗？
看切尔西对热刺，行吗？这可以吗？聊一聊星辉零九。我说实话，我都没看过他们一场完整的比赛，我怎么聊啊？我就知道这个当初，陈涵、万象去了，大豹也去了，后来又回来了，然后鼓楼的还有什么八斗，最早，后来，上海有一个叫上海有一个好像最好的前锋去了，后来呢是南京又有一个特别快的边锋去了，我就大致能知道点这个事儿。但是我跟星辉的郭总有过沟通，虽然说他有一个球探黑我黑我好几年了，但是他的球探的老板魏洛呢就有口罩，后来就再也没去过。卡没办法，那这他就是卡，卡死了你也没办法。国安我也不关心，我真的不关心。所以朋友们是这样哈，我再告诉你一下，就是我只说我想说的话，就是我没有关心，我没有你们关心的那么多，这真的是实话。就是有的人能连，就是连这个就是可能什么政治啊什么这些，但是我也不关心，呵呵，我真的不关心。我要瞎说呢，那就胡说八道了。我不关心的事儿，你说我说的干什么呢？我没有别的，就是大家下点单就完了，好吧，来点拉面吧，好吧。今天晚上我也要求不高，下个20000米就行。啊，现在因为它1000多，今儿一天呢，忙忙叨叨，写了一份这个申诉材料，这咱们都实话实说啊，就针对上一场比赛的一些判罚，我们通过录像写了一些申诉，现在已经递上去了，啊，递上去了，组委会很重视，说我们要跟裁判进行交流，啊，我从来不认为说这个事儿有什么丢人，啊，就是。我也没有不认为说一定有什么阴谋，啊，但是我也不认为说这个事儿呢就是黑不提白不提就合适，因为比赛嘛，最终还是公平公正嘛，对吧？那既然出了这个问题，对吧？录像也在这儿，都很清楚，那我们就把我们的想法提了一下，啊，申诉了一下。至于说这个申诉肯定没有什么，不会有什么结果啊，但是就表明一个态度，表明一个态度，孩子没错。也可能也不是教练的错，因为足球比赛嘛，他有的时候他铲球啊、动作啊这些都是正常的，啊，但是呢，我认为呢，就是说，球员怎么做那是球员的事儿，教练怎么做是教练的事儿，但是呢，你作为执法者，你肯定得有一个说法，你说这个是错了还是对了，你说是什么道理，就是给我们解释一下，对吧？要不然的话，你这不就是胡来了吗？没有标准了吧？对不对？或者是双重标准了嘛，对不对？所以大家共同的目标是为了维护一个公平公正的环境和条件，是不是？假如说小将这么踢，那你们全网就骂我就行了，别骂孩子，骂我，别骂孩子，骂董路，你就骂我就行了，或者你骂裁判偏袒我们，好不好？咱们约定了，行吗？如果我的孩子这么踢，即使不给他黄牌，就官方不给他黄牌，我会给他停赛。我把话说在这儿，如果我的孩子这么提，好吧，啊，所以这个完了又上午训练啊，中午睡了一觉，然后下午申诉材料递上去，因为还得看录像嘛，哎呀，然后4点多钟跟孩子们出去溜了个弯，7点多钟又做了一个核酸，然后刚才又开了个小的准备会动员会啊，然后就等着明天这个第二回合啊，第二回合完了。我今天呢跟这个我因为做核酸的时候鲁能在我们前面，然后我就跟汪导
沟通了一下，关于这个他们跟富力的一个技战术的问题，啊，我们沟通了一下。汪导也，也没把我当外人，啊，也没把我当外人，也跟我说了说他的一些想法，然后我们也交流了一下。嗯，然后汪导的手机里边全都是比赛的片段，跟我一样，所以也都是热爱足球的吧。但是人汪导呢是这个退役球员是吧？职业球员啊，也进过国家队。然后也有证，啊，我呢就属于，哎，就属于混子吧。然后汪导也告诉我说上一场比赛最后五分钟他想做什么，但是没做，啊，我们等这个比赛结束了，对吧？有一个大概其的结果之后，到时候如果汪导那边官方让他连线，到时候我们回北京，再跟汪导一块儿聊一聊，回顾一下这个清朝，好不好？哎，这没问题。来吧，咱们下下单吧，行吗？2437人啊！今天有一个朋友告诉我，那个黄花鱼他买了，说美味啊，这个我太有自信了啊！黄花鱼美味啊，79.9块，六条啊，每条是110克啊，他是给你就拾掇好的，哎，密封包装，然后还带有这个佐料，啊，很简单，回家把袋儿一打开，把平锅，然后放点油，把这个黄花鱼这么一烙，一煎，哎，然后撒上辣椒面孜然呐，这个胡椒粉呐，哎，都别的不用，就一口锅，有点油就行。黄花鱼相当好吃，是吧？复购了，谢谢。拉面南瓜到货了，挺不错的，谢谢，谢谢啊。等辉子的什么茶叶？嗯，茶叶发了的。冰洋梅好喝，谢谢。鲁能明天 U13比赛，他们老大比赛有点重，什么？鲁能 U13比赛和他们的老大哥比赛有点重了啊，哦，啊，重了啊，重了。有点重了啊，哦，啊，重了啊，重了啊！酱鸡好吃，带鱼不错，哇，南瓜特别好吃，麻辣味的拉面还有吗？有啊。哎呦，这么多朋友都酱鸡买4次了，哎，咱那酱鸡怎么还不来啊？酱鸡我没有叫，没叫是吗？我只有带鱼、小汽水、小青柠、小少气，对，小汽水。就这样，因为既来不及了，也来，我怕我们都要走，我们都走太慢了，这里太慢了。带鱼续单了是吧？本来我是要叫小黄花鱼。这个黄花鱼呢，你别觉得是79、80块钱，你觉得贵？它是六条，对，它不是一条，一条那得是锦鲤，就是六条，明白吗？就你能吃6顿。我们那边，本来。野生的一条黄花鱼100多，也才200克，那肯定的。那种你要喝潮，这两款就行。冰洋梅好喝是吧？哎，我的冰洋梅呢？在这里。哎，冰洋梅算了，我想吃点，我饿了。啊？你给我安排点什么？反正就是这三款泡面啊，或者拌面。拌面。我们也记了拉面。我知道，香辣拉面。你现在那个是拌面是吗？我还有个拌面，我记得拌面好吃啊。那就拌面吧，行，谢谢谢谢。拌面，拌面。啊，汤呢？汤呢。啊，带鱼烧豆腐，对吧？这个黄花鱼行不行？不要了是吧？行，好，那我就介绍带鱼。我介绍个带鱼吧，好吧？然后我详细讲一讲这个带鱼的，有人愿意吃肥肠吗？反正我是挺爱吃的。这个肥肠啊，就有一款，这里边是多少链接？酸菜肥肠，这个酸菜肥肠19号链接，我现在都想吃，多少米饭都能吃下去，真的。就有酸菜肥肠，多少米饭都能吃下去。这个带鱼，你先买一个12.9块，你先尝一尝。这带鱼，你买一块豆腐，买一个咸鸭蛋，然后买一袋带鱼，12块多，你自制一个。带鱼烧豆腐，真的，连汤带水带鱼带豆腐，鲜美。酸菜肥肠怎么样？
可以。好吃吧？哎，哎呀，我真的想吃酸菜肥肠，有多少米饭都行。真的，酸菜肥肠呢是废米饭，酱鸡废酒。帮我拿20瓶水，2020，2020。拉面第五次下单了，肥肠下单了，非常好吃。蒜肠啊，坦白说，蒜肠可能有的人喜欢吃，有的人不喜欢吃，啊，咱们说我就重点推一个这个吧，来吧，这是几袋来着？三袋吧？什么？酸菜肥肠是三袋？对，肥肠是三袋，80吧？对，79.9，79.9，就是相当于20多块钱一袋吧？257克，一斤多，就这个酸菜肥肠，真的下饭，而且不腻。因为它有酸菜，真的，这酸菜肥肠我现在很想 thinking about it， 你知道吧？酸菜肥肠，黄花鱼好吃，对，黄花鱼谁买谁知道，真的，黄花鱼。现在回家可以吃，是我老婆吗？还是我老婆？我老婆说的。回家安排。真的，我特别想，就是有一碗米饭，然后。肥肠，我酸菜肥肠，我去安排，叫那个车去安排。这儿的肥肠会有吗？我你问问。酸菜回肠。不一定这儿有酸菜肥肠。那就算了。不是算了，就你问问他有没有肥肠。哦，有没有肥肠？火爆肥肠吧，有什么肥肠来着，兄弟？哎，孔，啊，肥肠有什么菜来着？怎么做来着肥肠？醋溜肥肠。醋溜肥肠啊，不有那醋溜肥肠吗？老哥，你有地方弄个买回肠吗？不是回肠，肥肥肠。你说回肠，人说他妈回肠。回肠量。肥。他说好像没有。那有别你哎，没有吗？你去看一下。溜肥肠啊？溜肥肠。溜回肠嘛，里面这边不是有个溜回肠？对。行吗？溜回肠量，知道吗？你去帮我弄一份嘛，然后看再弄个米饭。米饭啊，肥肠。米。然后排骨。明白。你记得米饭、回肠、排骨。排骨。是。哦。安排。有酒吗？啊？咱家有酒吗？有啊，这里有啊，就是那个秋种鸡冠了哈。行。三种啊，这里有酒啊。好。哦，就是这三种：排骨、回肠。然后米饭，回肠，一个，安排。行，我真的。好，我真的，我这带这个肥肠，我现在特别想，我特别想，真的。所以我现在辉子帮我安排呢。对，好，一会儿看能不能安排过来啊。没有，他会去。他是这里的交流肥肠，对，啊，我老婆告诉我的。对，他说了，我跟他说，我说有肥肠，他没有，那我说交流肥肠，他说有。行，好，交流。啊，你说肥肠，他说没有；你说溜肥肠，他说有。好嘞，李总，好嘞，哥们儿，你找这人也不太靠谱吧？他这样。不是，他第一耳朵听的是回肠。对，他听错了。他说没有回肠，没有回肠，肯定是没有的。后来纠正了口音之后说溜肥肠，人说哦那有，回肠没有，人家回肠，这哥们一想荡气回肠，是吧？但你这个拌面就不用吃哦，你吃，我不吃，我孔导吃，什么？孔导吃，不，你再多点点，咱们一块吃不好吗？不是，我问你，你点着肥肠了？对呀，点了。多老远呀？就很近了，15。你这有吗？嗯，你这有吗？我们这边有个专门的西鸡在安排弄。西鸡，他有西鸡。你叫他买。他有西鸡去。一趟有时20，有时25。啊，那你就让他买。其实这儿搜外卖搜不着。搜不着。我还说他搜外卖能搜着。他有西鸡。他有西鸡，他有西鸡。买回肠，西鸡。我们叫比租车便宜的吗？啊，比租车还便宜的吗？那肯定的，有西鸡。又有专门的人帮你服务。乌岛肯定不吃，别闹啊！他也挺便宜，他还要去买去等。那当然。也是一样的。那是。价钱也是一样。班尼来了是吧？班尼，小将进八强，
你公司准备有没有奖励啊？对教练组，啊，班姐，那你要来吃啊？红岛，不是你要吃吗？有西鸡，我们有西鸡。反正我出来一个多月了，一个月了快。我一个月没看见家人了。班尼溜了是吧？溜班尼，不是溜回肠，是溜班尼。有袭击。荡气回肠。还真的哎，咱哪天等我们开一个饭馆，其中有一盘菜就叫荡气肥肠，怎么样？可以吗？我都想了，将来我等我退休了，我就开一个饭馆，这个饭馆就卖的菜不太多。第一，烧茄子，烧茄子。第二，酸菜白肉，酸菜白肉。第三。熏鸡、熏猪蹄儿、熏就是熏鸡，知道吗？然后红烧肉、红烧外婆、荡气肥肠，就这么几道菜。炒方便面，对对对对对。等一下，我昨天直播了，我说我前期打得还行了，他们听说我有前期还行了，我说我前期打得还行，他们听成我说前期了、哦、前期他们以为我有前期了，前期很好，他也听错了、嗯、听成荡气回肠，好吧、嗯、荡气回肠，红烧外婆呀，一般他们妈妈不会来吃，因为谁能吃外婆呀，是吧？哎，这回肠，带鱼豆腐，真的。然后就是黄花鱼，小黄花鱼，就这么几道菜。来了，好，来放着。这么快吗？对。啊，不是不是不是外卖，是水。吓我一跳！看小哥，看夜幕下的交易。文昌鸡没有，我都没吃着文昌鸡。咱们就等着一会儿看看能不能延吉龙井这儿。能吃到回肠，行吗？然后呢，11:30，看切尔西跟热刺，看完1点多钟睡觉，明天早上6点多起来，啊，投入这个第二回合的这个比赛啊。今天呢，我们训练，武汉三镇呢是8:30到9:30，我们是9:30到10:30，然后我们我们是9:25到的，然后。我看三镇还在那儿，就最后还在练什么呢？练长传，所以明天很有可能打长传。然后呢，我们就在这儿准备热身，就接场地嘛，就一块场地嘛。后来他那翻译跑过来了，问我说：“这个董老师，就是我们想再练10分钟，您看行不行？”说：“您要说不行，我们就走。”我说：“练。”这样的话，等于说我们在这儿这个半场，因为整个场地是我们嘛，啊，就是我们接班嘛。然后他们就在那半场练，然后我们就在这做准备活动，啊，挺好的。其实我们的就是关系都不错，虽然说没有太多交流吧，但是彼此之间都很客气，都很尊重，啊，这不是队伍的事儿，也不是孩子的事儿，就是我是希望呢，就是裁判的水平再高一点，裁判水平再高一点，对吧？王是不是拿走一双？对他拿走一双，王拿走。啊，然后呢，我今天又看到了，
这个，那叫什么？哪个队的一个外教？啊，我以为外国人不认识我，我以为啊，我忘了哪个队的外教，不是葡萄牙人，就是什么哪儿的人，反正。然后酒店那碰着我了，我一看外教，我就知道肯定是外教，但我也不知道人哪队的外教，反正不是日本人，欧洲人。嗨，我说他们外国人也认识我，应该不太可能吧？我觉得外国人，我也一愣，你知道吗？我说老外不太可能认识我啊。但后来可能我也很客气，跟人打招呼，跟人打招呼，有可能是重庆的，就是铁铮的那个铁铮的教练。那不是铁铮的主教练，有可能重庆，对，打呼噜的，对，有可能是通过打呼噜的事。来吧朋友们，咱们下点回肠吧，行吗？79.9三袋回肠啊，酸菜回肠真的好吃，我一点都不骗你，尤其你馋的人，就你很长时间没有油水了，很长时间没吃到回肠了，你吃完了只有四个字能形容，荡气回肠，真的，下吧，好吧，你试试吧，好不好？你只要吃过肥肠，并且你爱吃，你就下，行吗？你到饭店里边，你弄个肥肠，我告诉你，那挺贵的，好吗？荡气回肠，我先看看现在卖多少了啊？我要这么说都卖不了多少。那也就没什么希望。4499，我看了。那可以，44了是吧？对。卖了3000多块钱了，可以。我今天晚上两万，到2万，行吧？咱们就说明天首发阵容。啊，坦白说就是，我说实话啊，我坦白说，就清朝打到现在呢，我从很多队伍的孩子的脸上其实看到的是疲惫，因为他们只有13岁，他们只有13岁，他们从7月31号一直溜溜的干到现在8月14，已经2周多的时间了。而且呢，他呀开始还行，一天有时候一天一场球，可能还挺就是连接的还挺紧的，小孩其实不怕累，一晚上就他妈活蹦乱跳，你想想你19、18、20的时候，对吧？你有多少劲儿？你说是不是？是不是？是吗？是，应该是。然后呢？然后等到打的差不多了，就是人的这个热情啊，其实到一个点儿上，可能就往下走了。有想家的。有的父母来了还不让跟队接触，你广州富力好多家长来了，但是呢不让进酒店，更别说住一个酒店，不可能啊。我们也有几个家长来了，昨天晚上我给放假了，就有妈妈来的，有爸爸来的，我说凡是父母来的都可以跟着父母走。喂，你吗？就是跟父母啊，就是共度一个夜晚。但是我从有一些队身上，包括我们小孩也有个别，就是明显感觉到想家了，想家了。你别忘了，就是还有一个多礼拜呢。就是如果说我们打不进4强，我们还得再待一个多礼拜。就这个比赛时间太长，真的太长了。你就说日本高中联赛也没这么长时间，真的时间太长了。明天是下雨，我知道。排骨没有了，我改红烧了。啊，行，好。好。回肠有吗？有。就连肥肠了，马上来。好吧，肥肠来之前到10000米，咱们就给大家直播肥肠，没到咱就我就吃，你们不直播，好吧。
朋友们来吧，小黄车，小黄车走走起，走肥肥肠不要了是吧？行，那咱们这么着，有人说我不愿意吃你这些油腻的，好了，小酱奶，这行吧？奶都明白吗？今天那个波花哥有100箱了，还没下活，因为我们有一个有一位车友，说我买100箱牛奶给小，他都给小酱，不要让你知道了，他都已经就因为上一次他老是要转嘛，都没你，他说就我自己去安排，就不要让你知道了。啊，5000，是吗？什么时候？今天他就不要让你知道。那今天5000，那怎么之前才1000呢？之前10000，当时不是说2030杯，他不是转了，我们没有收吗？啊，然后后面不是，后面。也没拿货面，后面半面转了货面。他当时不是总共有50000多了吗？啊，总共转到这里50000多嘛，都没收嘛。哎，红烧肉。但他还下了5000的茶叶。5000。是吗？他下了5000的茶叶。啊、嗯。但还现在还没下，他是说春、嗯、中秋节他要用嘛。啊、嗯。好吧，嗯。5000。嗯。老板大气，我觉得他好像这10000块一定要支持的，好吧？这牛奶下下吧，你买这个3.9蛋白质含量的，而且这个牛奶你放心，它是贵牛，啊，广西的水牛奶，好吧？嗯，我看有现在多少？现在才9点可能还没。5383呢？等一下。5383，可以。马上快了啊！55，现在5530。5530，已经1/4实现了。来吧，啊！广西桂林旅个游啊，我从来没去过。延吉明天有雨，我说了，我知道，放心吧。中雨有可能有中雨，那这球就没法看了，就可能净剩下开大脚了。没办法，传不起来，你不开大脚干嘛呀？谁人决定我去或留啊？不知道啊。小酱奶好喝，已下单，谢谢。牛奶真的好，谢谢，汪鑫。现在这边冷，这边这什么活钉不让穿，我们就，哎，我们哎就是不是暴露了吗？暴露了被举报了就不让穿，看，都在这儿呢吗？看，没事儿，没事儿，因为最开始我们是给广寒说可以，我们都是按照规矩来，那既可以我们就背着，说不可以就不可以呗。对不对？昨天有一个就这么简单嘛。车有你不要插话行吗？坐着就他说要1双800，什么？1双800什么意思？这个鞋的。他要买啊？对，1双800，然后控制来签个名。嗯。还有一个问多少？我就没问，我说没。冰杨梅确实可以，特别是冻或者冰沙，没错。但是冰杨梅呢，坦白说呢，可能有的朋友会觉得贵点，但你别忘了，它总价可能是60，但是它6瓶啊，你每一瓶你在超市就15块，15.8，知道吗？别唱歌。嗯，龙卷风怎么样？非常好。龙卷风这个队很好，不瞎踢。666，大连人踢球还是有底蕴的，真的。现在是6692，是吗？嗯，我这里是6787。而且我的小黄车的分数已经达到了4.86，高。商家合作是5分，最高。现在是6787。
上链接啊，我上什么链？签名上链接不行不行不行，别闹别闹别闹。如果大家说我吃饱了，我减肥呢，那你就洞洞鞋。这款洞洞鞋真的，这款洞洞鞋真的是可以看，每天都穿。哎呦我，哥们这小腿真漂亮。看你自己出来了。看没？洞洞鞋，可以吗？穿了快两个月了，可能不止了。是吧？两个月了吧，不止了。两个月可不止，不止。对，不止两个月。嗯，只要不唱歌，人就不会走。我现在发现了。对面是谁呀、啊？对面是一个公司，是吧？是长包房。对，我不知道。嗯。经常也没人。对面是一个公司，长包房。刚才开会的时候，我看好几个小孩都快睡着了，所以我长话短说，啊，就早点睡觉吧，对吧？早点睡吧，小孩反正，我现在心态很好，就是我把我水平踢出来就行了。反正小将通过这次清超呢，我们也都了解了整个的中国的这个年龄段，因为这次呢裹着不限小零八，所以大体上吧我们都明白了，就是如果大家把小零八都去掉，那我觉得小将我觉得是可以，对吧？那我觉得应该可以，我觉得你觉得我觉得可以是吧？所以我也很开心，就是说孩子们就是经过自己的努力，包括我们教练组的努力，就是几年过去了，就是小将还是保持着一定的竞争力，我觉得就行。现在谁打小将也都费点劲，都是路易斯费劲嘛，对不对？阿拉巴西。所以呢我觉得挺好，就是说证明着我们这个队伍在没有淘汰然后保障体系也不是很健全，然后呢这个又是走读完了又是读书，在这种情况下还保持着一定的这个发展势头也能让很多球迷看到一些不错的比赛，然后也能给我们的对手带来一些刺激，我觉得挺好啊。当然我们也从这比赛当中呢学到了很多东西，有一些队伍你比方说从这个富力身上我能学到这个意味的使用啊，这日本人玩的挺洋啊，3142，在中国从来没见过这阵型，3142，你见过吗？3142，你见过吗？你没见过，真的，你没见过。然后呢，这个，从鲁能身上呢，我能够看到，就他们球员的这种运动能力，真的是非常棒。你看每一个人的小条，他不像我们这儿高矮胖瘦，你知道吗？人家都是小条职业队选材，确实是。然后从这个成都荣城啊，这个两场比赛0-0平我们，1-6被鲁能血洗，就再一次证明这个即便是青少年的比赛，那么战术是非常重要的啊。你战术对了，你可能能收获一个不错的结果，如果你战术错了，那就天壤之别。然后我又亲眼目睹对抗了中国这个小零八的这个头牌，这个叫阿拉巴西，不是叫什么？那哥们叫阿吉，努尔阿吉，确实非常好。这个孩子真的前途无量，但是我也问过，就是为什么一些少数民族的球员，小时候很好，后来就怎么就不行了呢？其实很重要一点是，他和内地文化的融合是有问题的。另外一个就是什么呢？不是很自律，真的不是很自律。我遇到了一个在延边土生土长的，也进过延吉体校的一个人。他是九零年的，那么他就说其实在他们小时候池中国金敬道都不算优秀的，只有朴成，就是朴成是当年延吉的这个小球王，说金敬道
池中国，都排不上，排不上号。但是为什么后来人金敬道、池中国咔咔都踢起来了？就是人家专注，真的就是自律。有一些可能小时候特别优秀的，后来可能这个有了点名啊，或有点钱呐、啊，就不自律了，不自律了。但是你有，就是我们传说中的延边，应该是一个，你能感受到，就是恨不得到处都是踢球的人，孩子。但我告诉你，不，现在踢球的都三四十岁，延边业余球队有1000多支，但是都是三四十。以前延边小孩不踢球，出门都不好意思跟人打招呼，但是现在我了解的情况是，没有多少孩子踢球。真的，如果你是延吉的人，我说的如果不对，你可以纠正我，你可以纠正我，好不好？你可以纠正我，因为我也是听当地人说的。另外呢，就是延吉这点呢，就是说，比方说，20年前，假如是20年前，就一个班上，就是爸爸是朝鲜族，妈妈是汉族，或者爸爸是汉族，妈妈是朝鲜族，这种情况非常少。一个班有个一两个家庭是这样的，但是现在呢，恨不得有1/3、1/2是这样。所以呢，就可能就是造成的什么呢？就是比如说，爸爸是朝鲜族，喜欢踢足球；妈妈是汉族，汉族不喜欢踢足球，对吧？所以就是不踢了。以前呢，朝鲜族呢，他是大男子主义，对不对？他媳妇儿说什么没有用，就家里人我说了算。哎，那踢球是思密达，那就踢了。现在不一样，现在汉族的老婆人说不踢，学习就不踢了，知道吧？哎。这个8247不行，现在这速度不行，再来一波，来不来？再来一波，动动鞋可能不行，因为有些女孩不愿意穿。来一波小爽气，好吗？15.9这行吧？这可以吧？2.65一瓶，这行吗？气泡水，零糖零脂零卡，冰了拿，哇，刺激。好喝，好吗？切尔西今天晚上看呢，我这等着呢嘛。对，活跃在球场上的人基本上都是，对，我老婆让我小点声说话，就是活跃在球场上的人基本上都是30-40岁的，知道吗？没什么人踢球。洞洞鞋真舒服是吧？你看他买了，穿越高山，洞洞鞋多少号链接？洞洞鞋在。带鱼好吃。洞洞鞋也寄出来了。洞洞鞋也寄出来了，我给孩子们买了几双。16号链接。洞洞鞋。4双。明天是9点比赛，延吉体校我知道，就是我们训练的时候旁边那个场地上练的，就小孩就是好像就是体校的踢球的，照什么啊？刮胡刀好用，20块钱的刮胡刀，包邮19.9，刮胡刀，哎，拿着刮胡刀。洞洞鞋文化衫冰洋梅来了一套，谢谢。大宝爸，大宝爸谁呀、啊？哦，大宝爸赵丰毅啊，汽水买了是吧？16块多，可以。鲁能被淘汰了吗？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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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永能跟富力2-2，他们明天也是，他们明天将会决定谁进8强。19.9，几号链接？19.9。是爷们儿都下一个来。我来看。是爷们儿都下一个，好吗？给你老公买一个吧。31链接，你直接点击小黄车。31号链接，你给你老公买一个，你别买那么贵的，贵完了老丢。本来这个也质量也挺好用的，这真的挺好用的。挺好用的，不管你是细胡子、粗胡子都可以的，细的、粗的都可以。31号链接。真的是大家可以试一下，19.9买一根，或者给你家人留一根备用也行。对，方便。可以吗？行吗？下带鱼和黄花鱼了，你比较一下。马上快一万了，96多了。96多了，马上1万了，是可以。感谢各位啊。还有一半，在路上。回肠还没来呢。气泡水呢？这不有气泡水啊？有。下单了，小爽气，真的，那喝起来特别带劲。牛奶也下单了，谢谢这么多朋友，真捧场。咱们就是夹叙夹议也挺好。然后呢，我再说一说哈，星辉呢我是不了解，星途呢我看了，我觉得星途也是不错的队，但是被重庆绝杀了，这我没想到。因为在我看来，我认为星途比重庆可能稍微好点，就强一点，但是呢比赛就是这样，说不好啊。最后一个绝杀，一个远射，还真漂亮啊，真挺漂亮的。然后就是包头的队我也不了解，但是包头输了，输给石嘴山了。石嘴山我也不了解，宁夏的队伍。16强就这样，玩国安0-4输给绿城。国安，哎呀，国安好像这次啊有一些孩子没来，好像我感觉，要不然不至于。我感觉不至于，0-4。包头有不少恒大的队员，这个我觉得有可能。你知道内蒙啊，其实内蒙呢，它本地的足球资源并不是很丰富，但是内蒙啊，我告诉你，就是内蒙发展足球，就是他，我也不知道是好像有政策。你知道以前蒙超，就是内蒙啊，超级联赛业余的叫蒙超，蒙超是全国摇人，我说的对不对？就是内蒙古业余的超级联赛是全国摇人，就好多北京踢球的，比方一场给个800、1000、1500，就去内蒙帮着内蒙的队打这个蒙超。所以蒙超的水平非常高，就是来自东北的球王、北京的球王、河北的，什么什么是西安的，反正好多，是不是都好多朋友都去过？全国摇人，对。还有一个宁波这超也是全国摇人，什么宁波的大谢银博，好多都是北京的队员，还有上海的，我说的对吧？是不是？所以内蒙呢，它就是足球的这个热潮挺好，但是你要说内蒙的孩子说现在能踢出多少个呢？现在看不太出来，但是有这氛围，有这市场，蒙超，对不对？但是现在怎么样我就不知道。啊，国安，所以国安，我的理解是国安呢。整个的青训体系是有问题的，当然我因为我也不是人家的人，我也不好意思说，
但我认为是有问题。那个荷兰体系4-3-3，然后呢，他可能啊也坦白说，从这个选材的角度来讲呢，他可能也不大占优势。我是这么说的啊，他有5个外地的名额，就剩下的都是北京孩子。可是北京孩子呢，有一些可能去了学校了，校园了。就是北京人想要让自己孩子踢球，就彻底进职业队的这个人，我觉得不是很多。就一般的都是体教结合，虽然说国安这边小孩也上课，但是呢，他教育资源肯定没法跟，清华附中啊、人大附中啊，或者是什么八一啊、汇文呐相比，所以呢，就是在这方面呢，他的优势不大。这国安输就输吧。0-4，反正比较惨，其实也不是没机会，有点机会，但是呢，绿城明显感觉到就是练得好，那小身体，小马达一个个的，真的，而且好多孩子我都不认识，因为我们�跟绿城最熟，我们赢过他8次，哈哈哈。但我这么说不是说我诋毁绿城，我们跟绿城关系不错，我只是陈述一个事实，就是他原来的人我比较熟悉。但是现在我看，我只认识一个叫李一的，还有一个3号，就爆发力非常好，小时候就爆发力很好，进过小将一个球，啊，有一年打绿城，我们是小组赛2-1，就赢了一个，然后决赛呢，绿城有一些家长就觉得掀翻小将的时候来了，所以比较激动，那次比赛在青岛比较激动。最后呢，输了4个吧，4-0吧。嗯，绿城是日系，现在是这样，我再给你分析分析，整个这个中国的就这个年龄段的教练啊，首先外教不少，你看啊，绿城日本，三镇日本，富力日本，这日本日系，大连星辉是什么我不知道，反正是应该是外国人吧，大连星辉是外国人吗？啊，大连星辉是外国人，重庆足协是外国人，上海申花是外国人，是吧？是外国人，星辉是荷兰的啊。然后呢，这个鲁能是中国人，鲁能是汪强，成都是一个年轻教练，中国人，啊，星图是李广寒先生也是半路出家，亚太我不太了解。谁了解亚太？不是很了解亚太。亚太，原来那教练下课了，因为什么呢？亚太去重庆打系列赛，重庆呢就给约了，约对了，重庆7中啊、8中啊、什么扬中啊，然后这个叫什么，世康啊，反正亚太他不逮谁输谁，比赛还没完，这人就回去吧，下课了，就下课了，知道吧？万象见了，我那天打鲁能，不是，我那天第一场打三镇，就昨天吧，前天，哎，是昨天吗？昨天，昨天上午，昨天上午，哎呦我觉得过了很长时间了，然后万象他们在2层看，然后中场休息呢，我出去吸个氧，我回来，然后我就听看台上有球迷嘛，就说万象。那个董老师，我一看，哎，我一看万象，在2楼看着呢，